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套这个家庭影院，市面上普遍家庭影院是独立的操控系统在做，对，我们现在也是实现了整个有线无线的技术对接，因为家庭影院属于有线协议、哦、而我们整个操控系统是无线 Zigbee 协议、哦、那你看我在按了观影模式之后，等我的巴士移门关闭，我的灯光呈现微微光某一个地方就 OK， 我的这个投影幕布激光电视全部自动打开，我是不需要繁琐的遥控各种操作开启这些设备，一切在我的联动中已经自动开启了，所以就相当于是说让用户通过智能生态的打造充分体验声光电感的应用。这边给放一个大片的这个一个效果，感受一下整体的音质和画质，以及等一下我在观影过程中智能的介入程度都可以充分体验到。无论是用于渲染场景气氛，是不是感觉像有在电影院就看电影的感觉？而且这个是天花上都有啊。嗯，是的，我们这个是有专业的这个音响的点位设计去配合的。哦、然后您看，您坐在沙发上，您是能感觉到震感的，对吧？就像看电影一样，就感觉声音在不同的地方追逐嘛。对，而且有环绕音、高音、低音。